学101学年度第15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。主席就位。规定给予国民小学毕业证书，台中市西屯区国安国民小学校长赖秀英，中华民国102年6月18日。李志军、周浩然。
等待。陈于轩、于子轩、陈于轩、杨新伟、郑怡玲、丁建华、陈柏志、602班张俊杰、施于杰、肖子祥、王一温、叶品生、朱默雅、黄焕瑞、曾宇慈、吴佑希、黄新宇、林婉清、胡礼德、杨富慈、李燕珍、欧贤琪、王洪任、李佳安、李丽茹、李冠玉、于淑凡、苏婉竹、冯鼎君、冯莹如、何品杰、陈维志、吴希文、刘玉泉、何政委、郑国修、陆小云、六佩恩、6年3班李佩珍、施宇文、陈应成、宋彩玲、李佩瑶、焦恩如、廖婉仪、廖宽君、施维瑜、陈姿荣、张明翰、李康佳、林庆、黄心凌、洪瑞明、孙晨芳、刘以璇、高慧文、熊国瑞、Thank you.
五班毕业生裘新慧、宋宇轩、黎若云、庄翔宇、陈玉夫、张岩、蔡雅慧、郑君怡、庄国宇、宇浩庭、翁鸿儒、张元俊、简君安、林小云、洪曼玲、张和云、陈俊豪、王玉慈、欧玉君、李慈欣、陈怡珍、王玉文、洪于琪、于成玉、徐玉泉、周于轩、陈佑霞、吴成瑞、陈诗文、潘哲志、张芷维、朱鹏宝。六年六班毕业生申毅、刘轩玉、宋明荣、洪博彦、郭天书、李俊佑、唐佩瑜、郑维新、万千华、徐丽、肖玉泉、汪四月、蔡安桥、彭鸿儒、姬宇豪、洪承言、刘廷伟、吕庆贤、宋佑轩、贝维燕、曾文熙、周欣怡、何嘉文、刘浩宇、洪浩成、唐孝尊、陈品安、蔡晨瑞、黄俊瑞、张雅文、谢怡婷、六年七班陈佩珍、张群芳、朱子伟、陶詹浩、郭玉伟、刘品文、许瑞琪、曾子晴、于之丽、蔡婉琪、杨志宇、陈哲宇、张尔文、刘恩宇、陈丽君、陈翠、宋婉玲、徐成、廖国君、郑哲文、张海勋、黄仲义、吕嘉芬、黄冠锦、张嘉玲、王子元、尤俊浩、赖文丽、雷士哲、蔡承恩、
六年八班黄平云、王玉桥、郭亮君、张小宁、林小荣、卢以文、龙兆义、方玉涵、廖宇君、蔡成燕、陈玉祥、邱晨、吴宝文、令海瑜、曾德恩、黄继嘉、冯冠霞、李云婷、李元宏、郭木恩、陈于兴、黄明华、林尚君、陈新云、戴文涵、林冠华、石博文、翁志宇。六年九班张湘玲、廖于静、陈希杰、李佳阳、侯宇燕、张小红、朱恩勉、彭玉璇、林冠涵、张国军、张敬明、林大佑、吴彩莹、郭炳生、
思琪、林君翰、钟耀贤、全台中市几乎100多所哦，同时在举行毕业典礼的这个时间，我们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贵宾。除了呢我们现场的家长之外，是不是毕业生小朋友给家长掌声鼓励一下？好，谢谢各位家长哦，拨空前来。那我们台上呢也有许多的贵宾哦，那这边容我一一为各位做介绍。好，那首先呢。我们是代表哈市府哈吴志强市长前来的，我们中兴地震事务所主任萧万喜萧主任。好，你看萧主任的名字很好哦，满地哦哈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福科国中哦张瑞麟张会长。我们台中康宁哦，康宁公司的厂长，我们蔡宗树蔡厂长。蔡厂长哦，非常谢谢康宁公司哦，每年的寒暑假都补助学校办理欢乐营哦，那每年给我们大概20万的经费来照顾弱势的孩子，小朋友是不是再掌声鼓励一下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家长哦，我们蔡明华。现在是永安宫的总干事，但是呢他的头衔非常的大哦，他已经有世界的总统都召见过哦，有夺师夺奖，那是我们之前台中特教学校的张明顺张校长。张校长好，非常感谢永安宫哦，今年开始哦，每年之后都会提供我们毕业生哦一般2000块的那个奖金哦，那我们分给4位小朋友，一个小朋友有500元哦，那他除了这个之外，他还赞助我们哦整个毕业典礼的经费，额外赞助10000元哦，谢谢我们永安宫这边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丽玲前会长。好，校长要把名字全部念出来哦，再一次来，林丽玲林会长。接下来校长先介绍一下男生哦，再顺便介绍女生一下哦。来，我们副会长哦，林奇宏副会长。林会长。哎，那特地呢，再带着他的夫人前来哦，小文啊。哎，副会长的夫人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非常热爱我们学校的我们前退休主任张嘉宾张主任。小朋友的声音就知道说张主任跟他们非常非常的熟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黄新惠议员服务处管志明管特助。管特助哦，非常谢谢议员这边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也是前会长林思瑶林会长。林会长好。接下来下一位是各位小朋友以后要去读福科国中，你们的教务主任哦，跟校长一样姓赖，赖廷伟赖主任。赖主任好。好，接下来也是我们的副会长哦，萧荣发萧副会长。萧副会长。好，接下来是哦张耀南荣议员服务处钱玉豪钱助理。钱助理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里长。
巡哦，每一次他们出门都是五个一起的啊。校长就一一介绍哦，来那个林天意林里长。前会长呢，他以后都会赞助我们毕业生哦一个精英奖，这个精呢是精通英文的精哦，精英奖。那今天他代表他们的主任哦，代表他前来我们的何主任，好，接下来是彰廖万建议员服务处的陈依安陈助理。也是我们学校的退休主任哦，他退休的时候校长还没来哈。我们李子荣李主任，李主任好。哦，也是今天也是我们的家长哈。好，那还有我们志工队啊，我们志工队的队长吕佩玲啊，吕队长。好，那待会如果还有的来宾，我会一一介绍。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是跟小朋友最密切、最密切，也是最关心小朋友的，这两年来照顾小朋友的毕业班导师。待会校长介绍到的时候，要给予热烈的掌声哦。那各班发挥你的创意、你的尖叫都可以。好，来我们六年一班淑慧老师。恭喜各位小朋友，你经过这六年的学习，学业有成，终于毕业了，你拿到第一张毕业证书。你不要跟校长说我幼稚园有拿到，幼稚园是结业证书，所以这是你的第一张毕业证书。那其次呢，我要再感谢所有国安的师长，在这六年以来谆谆教诲，让我们的小朋友从一年级刚进来懵懵懂懂的样子，
到现在，哇，有的都长得比校长还要高。如果校长穿便服，可能还会跟他混在一起，变成小朋友。哦，都已经长得亭亭玉立。哦，女的帅，女的美，男的帅。哦，然后呢，这边呢更要感谢哦，我们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嘉宾哦，特地拨空前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毕业典礼，让我们的毕业生哦真的是倍感光彩。好，那如果校长问说，哎，你还记得你刚进来一年级的样子吗？可能哦，有人记得，有人不记得，大部分人都不记得。但是校长如果问你说啊，这一个月来学校办了一些活动，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校长说一大堆。哦，那还记得我们请全校毕业生的小朋友做了一次全校的爱校服务。哦，没有，那就是你没有做到。哦，那有做到的呢，有喝红冰茶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也为了各位毕业生，哦，举办了篮球比赛。那篮球场上有你挥洒，哦，流汗的一个身影。那接下来更近的，就是我们有到台中牛排馆，你跟你的好朋友，哦，一起在那边大快朵颐。那连老板呢，看到国安国小，哇，这么大的食量，都跟校长说，哎，你们小朋友真会吃啊，哎，下次来呢，要好好的看一下，哎，怕说价格要再重新算一下，等一下他们亏本啊，哦。然后呢，整个台中牛排馆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回到了学校，小朋友在这边拿着荧光棒呐喊。哦，疯狂的参加我们的毕业晚会，最后有温馨小语。校长看有一些小朋友都流着泪，抱着老师在痛哭。哦，那最后呢，有一些小朋友经历到了整个这一生当中，应该是有全最多小朋友哈，而且是全校的小朋友陪着你一起过夜的毕业宿营。我想这些以后都将成为你最美好的回忆，这也是我们国安的一个特色。哦，小朋友毕业之后反映回来都是这个，真的是最难忘的一个回忆。那校长在这边，哦，要跟各位小朋友不免俗的叮咛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毕业典礼之后，你就是国安国小最优秀的毕业生，哦，之后校长可能要叮咛你也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呢，校长在这边，哦，有几点要请小朋友牢牢的记住。第一个，不要放弃学习。校长在毕业纪念册上面写到，哦，你有学习的兴趣，你就拥有人生的舞台。哦，学习是永久的，不要说我现在就预设我上国中之后我就不读书了，哦，人有无限的可能。哦，校长在广播上面有听到一个油漆阿弟，哦，他就自称自己是阿弟，他呢，他也是国中毕业之后家境困苦，然后就去学油漆。但是呢，他有学油漆他不是很懒惰，他是呢，哎，看师傅在工作，他就跟师傅说，师傅我帮你做哪里，师傅看他很认真，就说好，那我教你怎么刷油漆。然后看师傅做什么，他就说师傅我帮你做什么，他说好，那师傅呢就继续教他另外一个技巧。结果后来他长大了，哦，他现在是三家店的老板。所以呢，不要认为说，哎，我没有读书就不肯学习，哦，你以后在工作上面你都可以学习。那再来第二点，校长希望小朋友你们每一位都要怀有感恩跟爱的心，这个也是我们国安的校训。有一个绘本呢，小朋友可能都读过，哦，它叫做阿松爷爷的柿子树。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阿松爷爷，一个是阿友奶奶，哦，那个阿友奶奶呢，她都是正向的，都是助人的。这个阿松爷爷呢，都是小气又吝啬的。哦，那阿松爷爷呢，有一次他摘了很多柿子，阿友奶奶看到呢，他就说：“哇，好漂亮的柿子！”哦，那阿松爷爷
呢？他就怎么做？赶快把柿子吃完，然后剩下那个地头，然后跟艾勇奶奶说：“我只剩下地头，你要不要？”艾勇奶奶就说：“啊，好好好，地头很棒，我有一群小朋友，我可以拿着这个地头跟他们玩陀螺。”好，后来呢，阿松爷爷就跑去看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艾勇奶奶把我的地头拿去玩，那我回去呢？”他就赶快把所有的柿子都摘下来。阿勇奶奶后来带小朋友来，要来要地头，他就跟他说：“我没有柿子了，只剩下叶子，你要不要？”那阿勇奶奶就说什么：“哇，太棒了，有叶子，那我可以拿着叶子教小朋友串花圈啊，做一些娃娃啊，做一些拼图。”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阿松爷爷知道之后呢，他回去啊，又把他的柿子树上的叶子怎么样？全部打掉了。结果呢，还有奶奶又要再来收集树叶的时候，阿松爷爷就说：“没有叶子的只剩下树枝，你要不要？”哦，那还有奶奶就说：“哦，太好了，还有树枝。”于是呢，就捡了一些树枝，然后跟小朋友一起捏面包，然后烤面包吃，哇，也是很快乐。那个阿松爷爷看到之后呢，他说：“嗯，回去呢怎么办？赶快把他的树呢全部都锯掉了。”然后呢，艾勇奶奶来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的面包一起过来，要跟阿松爷爷分享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为什么你的柿子树被锯断了呢？”这时候啊，阿松爷爷就大哭了。怎么样？他一直从头到尾都一直想着说：“我不要别人拥有这些东西。”他就是不懂得分享。那最后呢，还有奶奶就说：“没关系，如果你有种子的话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再把种子播下去，柿子树就可以再长出来。那以后呢，你还是有柿子树可以吃。那阿松爷爷的柿子还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就一起把种子撒下去，然后很快乐的一起分享烤面包。所以校长在这边要勉励小朋友的是，或许你没有很有财富。”但是你只要拥有一点点比别人更多一点的幸福，其实你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，而且你也是可以分享你的爱的。那重点是不要一直计较，就说我的东西通通不给别人。那如果你行有余力，校长希望说未来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小朋友你能够助人。那第三点，是最后一点，校长要叮咛你的是，不要放弃你自己。你如果放弃了你自己，别人就会放弃你。为什么校长会这么说呢？因为校长有一次啊，在之前服务的学校，那有一个志工妈妈就跟我说：“那个某某某小朋友哦，我昨天在电视上面看到他。”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啊，因为啊，他上了国中之后交了坏朋友，然后就不想学习，然后只想呢每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，结果呢最后就被那个不良的集团吸收去当车手，然后被抓了，上了电视，然后被关到牢里面去了。所以校长在这边很殷切，而且再一次很诚恳的跟小朋友说：“你不要放弃你自己，人家就不会放弃你。我学习没有很厉害，没关系，我有手，我有脚，我会工作。所以呢，要记得，人生不是说一定要读书读得很棒，你才有成就。你其他方面你都可以有成就，行行出状元。那校长三点勉励。”希望我们各位毕业生你能够牢记。好，那最后呢，离别总是让人不舍的，校长要勉励我们国安国小毕业的小朋友能够更上层楼，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如意。那与会的所有来宾所有的家长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幸福，谢谢。